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分林六邦妈祖的过路活动，是国家重要的民俗，代表着六邦妈香火的正驾路已经破旧，重新来修整已经完工，整理的好尾举办复路的仪式，要把六邦妈香火甲文化继续传承落去。校长加持七宝，这个香炉唔那是祭祀过程中的道具，同时嘛有香火传承的重要意义。六邦天上圣庙正驾炉因为年久失修，中华民国六邦妈会积极进行修理，已经完工啊。为了传承六邦妈香火加文化，六邦妈会卖伫虎尾镇办理复炉仪式，同时藏七宝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次的金银铜铁锡珍珠玛瑙，金我们是用金元宝哦，纯正的金元宝，银也是用银元宝。福林馆长张丽仙毛到现场参加这个盛大仪式，伊表示讲，六邦妈过路的活动是国家的重要民俗，一个无形的文化资产哈。不只是咱福林馆哈，甲咱的文化部拢有认定啦哈。六邦妈将伫国历五月十八进行过路游境。庙方邀请乡亲做伙来参加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